第三十三题，以物体同时受二力不为零作用，若二力合力最大，则此二力的夹角为何？我们知道两个力在求合力的时候，最大的情况是两力相加，最小的情况是两力相减。那么要两力相加，必须是两个力量同方向，也就是夹角是零度；要两力相减，必须是两个力反方向，也就是夹角180度。所以这题问我们说，若二力合力最大，则此二力的夹角为多少？那我们答案呢？选的是 A 零度。